趴过来。干嘛？我让你趴过来你就趴过来。Don't speak, no, don't try. It's been a secret for the longest time. Don't run, no, don't hide. 干嘛这样？Been running from it for the longest time. 没事。So many mornings I woke up confused in my dreams. I'd do anything I want to you. 可算找着你了，快，收拾东西去，我在家等着你呢，啊。把我最后一点自尊都践踏掉，你才甘心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种人吗？不然，要去找他。干嘛让别人进来啊？他就是昨天发烧临时借住这儿，太晚诊所都关门了，而且外面又下着大雪，他一个人走我不放心。不要再去骚扰苏玉了。为什么？苏玉是我的。昨天晚上12点才打算干嘛？找到这已经3点多了，他打扰你休息，我一直没敢敲门。结果呢？你就给我看这个。不必。是不是心态有了？有又怎样？没有又怎样？你不能和他在一起。你干什么？我也没想到你是这种瞎了。我比真的喜欢叶兰英吗？如果不喜欢，他那天为什么要对他那样呢？我只是想要一份唯一不被分享的。